介绍一下这个动力混动收风机的优点。这个地方我们都是采用台湾博迪威的多懈怠，然后它是不打滑的，而且韧性非常好，不会跑带啊断带之类的。这个地方这个冲压片采用一体的冲压式，厚度3.5毫米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是两根支撑杆的，现在好多友商他们都是把这个杆取掉了，然后光有下边这一个支撑力完全不行。还有就是这个支腿现在都是一体冷拉出的一体的形材，然后高低呢是可调的，通过这个红色的旋钮，然后下边底部都是带刹车的万向轮。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，我们这个每米是2米是一组电机，这个电机都是经过定制的魔术加大的电机。然后这个调速呢，下边这个调速都是经过变频器调速，正反转可调，这是正转，这边是反转。然后它的速度，然后它这个速度也是随便调节的，最大是50赫兹。还有就是这个滚筒我们都是采用201不锈钢的滚筒，然后厚度的话是1.5毫米的厚度，支撑力非常强。来，王总，我们拿一下那个支腿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支腿都是不锈钢的材质，然后万向轮都是5寸的万向轮，5寸带刹车的，这个地方刹住之后它就不会移动。